第四个好了。什么？椰子树。这个看出来椰子树，我也觉得是椰子树。哇，真的答对，是椰子树。椰子树啦。冰淇淋，真的是冰淇淋哎，真的是冰淇淋哎，好可怕！哇，如果是我的手在跟我说第三个是什么，告诉大家，如果他没结婚，搞不好可以娶你。两分，不然是不是？放大镜，真的是放大镜。一起来看看，嘿，小马必用小画家，分两组一哦，两个人一组，第一组的一，负责画，二负责划敌队的船，划敌队的船，划敌队的船，划敌队的 SUP， 对，你是敌队计时器，然后它一共有八格，八格都要对应到。才算哦，如果你乱记没有用哦，还要记得，对，要记得格子对一题得一分。我们两个是一组，你们两个是一组，他这样子画的话是你们第一个要猜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跟他要有默契，知道他在画什么。那跟我的话，譬如说是你的话，我们两个他对他，我对你，就是我画什么你要知道。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画得很奇怪的，我们这里也会有一个记不太住的。刚好都在同一个。我在想，就是我都可以。我当然知道你都可以啊，我是在想我妈怎么配你而已。我来猜你画的。好，那个角度反正我都猜得到。我会尽量画，然后你刚好看得到。好，我会努力去想你画。OK， 各位加油。都这样子，知道既然都会画，因为有些你还要在想说，我要怎么去画，那现在是这样子，那把握题，对，要有一些细的东西让我可以知道。好，可以吗？来，加油，冷静，安全。好，20秒记忆开始。最后6秒，来5、7、3、2、1，等一下，好，收走，来丢上来，好，两队一杯杯。哎呦 ，A 的战追超前哦！来啊，静妹加油，静妹加油！哎呀，对不起！哎呀，对不起！对不起！很快，奇怪，我为什么突然想起那种彩虹铃的那一句？我们俩划着船儿，彩虹铃。好，另外一边，再来，再一下，到了。OK， 好，上岸。本身画画对我来说就是一种。没事的，我们都能了解，都懂，所以我觉得你有一题就不错。OK， 先看看黑队的啊，来第几个答案要跟我讲，想清楚。第一题是
镜。答错，挖鞋。挖鞋吗？我记得挖鞋。挖镜。我记得挖镜。啊？记得挖镜。第二个。没那么气。来闹哎。我先跳过第二个好了。你有侮辱女朋友？没有啊。第五个瓜牛。第五个瓜牛。答错，他有写数字哎。啊，全词。第三个，第四个好了。什么？椰子树。这个看出来椰子树，我也觉得是椰子树。哇，真的答对，是椰子树。椰子树啊！开心一点，达达。韩美花还没结束，韩美花椰子竟然可以夸张，因为这个啦，因为这个。全子啊！那让这些就有希望啦，椰子树都拿这边，第八个。第八个。感觉很像吃的。冰淇淋应该不会画成这样吧？哎，真的是。好了，冰淇淋。真的是冰淇淋嘞！真的是冰淇淋嘞！哎，真的是冰淇淋嘞！好可怕！如果握着我的手，再跟我说第三个是什么，告诉大家。他没结婚，搞不好可以娶你。第三个，再看，好好看仔细，很细腻，很细腻。算通哎，你们两个。很细腻。三个真的很难哎。不会，很细腻，很细腻。算通哎，你们。两题咯。真的是溜滑梯，那才叫见鬼了，怎么可能啊？你们猜一下，还是孕妇？孕妇看不出来。孕妇吗？孕妇已经对接近接近。袋鼠。对呀。袋鼠。袋鼠，不是袋鼠。好吓人哦。对呀。是不是？他也是袋鼠，而且他是画正面。两分。是人是不是？放大镜，真的是放大镜。